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市议会议长邱义胜。公民参政一点都不困难，除了投票选出自己心中理想的民意代表之外，实际认识、了解政策，进而监督市政，更是每一位市民的权利。近年来，越来越多青壮人口移居桃园，从幼儿教育到老年照护，议会的各项决议也更加贴近民意。今天的《民代新在地》情节目，带你看见桃园各项重要的政策，我们一同守护桃园，打造全台湾最有活力、最宜居的城市。市议员张硕芳在市议会第四审查会担任召集人，负责审查教育局、青年事务局以及体育局等局处有关的议案。他尤其关注特教儿童的福利和权益，点出了中重症特殊教育儿童服务量能不足的问题。那很多人会说，那你不需要去一般的学校吗？我们可以去这些会专门收容这些孩子的这些机构，所谓的生长机构。可是现在目前桃园市就只有一间，然后里面的最大的 capacity 的容量只有50个，但是因为他们里面收的状况小朋友比较中重症，所以他们只容纳30位现在。所以全桃园市的18岁以下可以收到我们这些特儿的这个小朋友的机构，目前就只有一间，目前只有收30多位。所以双方来看这件事情是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我们桃园市是6都之一，但是我们只有一间可以收容这些身障小朋友的这个机构。那相对于卫生局，他有反映说可以鼓励其他的疗养院，但是这些都是收65岁以上的成人居多，或者是说18岁以上的中重症的儿童。那相对的，他们现在目前也没有任何一间愿意去收这个0到6岁的这些特殊儿童的状况。张硕芳说，有一个2岁半弃切儿的特儿家长向他陈情，为了让孩子上学，他已经提前启动申请，却还是面临了学校设备不足的问题。因为这个孩子是2岁半的弃缺，然后他在半年前就已经申请了所谓的程序的辅导，要分发进入特幼班。那在半年之后，这中间学校没有跟他讲任何事情，教育局也没有跟他讲任何事情，他们就以为他们可以在正常的时间入学。然后当要入学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学校的家长会长及所谓的校长，他们担忧到一件事情，也来找我澄清，所以我有开了一个说明会，请大家都坐下来好好的沟通。那今天学校的反应就是说，我们虽然有场地，可是我们没有足够的设备。弃切儿童他们是需要抽痰的，是需要抽痰机，但是他们没有这些设备。那第二点就是说，他们没有这个专业的助理员，所以这个环境跟这个场地是不符合这个孩子的需求的。张硕芳指出，特教学前资源和相关的权益，政府有责任要主动告知，并给予及时的辅导和协助。我们的卫福部的函释之中，一般的学校是没有办法进行抽痰的这个事情的，所以这个孩子在要入学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件事情。相对于双北的这个学校，他们会在半年这之中一直不停地告诉你，你需要什么，你可以去找谁，你可以找到什么样的资源，你需要助理员，你需要专业助理员，我们可以去，你可以去哪里申请，你可以去教育局、卫生局或者是社会局去讨论这些你需要的东西。所以这半年来也差不多让你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入学了。可是桃园市政府没有有这样子的这个所谓的标准的这个过程，所以导致于这个孩子错过了就学的机会。因为我可以理解站在校方跟家长会长的角度是说，如果我们收了这个学生，可是我们没办法保护他的安全，没有专业的医疗给他的时候，如果发生了任何问题在这个孩子身上，会对所有社会环境跟家长跟校方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我是非常认同在这个专业的资源入境学校之前，是的确我们必须要审视这件事情的。对于非低收入户特教儿童家庭来说，面临的困境也不少，因为他们常常无法得到需要的专业资源。因为我的成长过程7年是在国外求学长大的，所以我当下的反应我是，那是可以
花时间嘛，我们努力的找资源，然后因为在美国是有相对的资源、相对的师资，然后教材都是有充足的，所以我当下并没有很 shock 很惊讶。可是当我投入了孩子在这个医院的治疗，然后教育界的这些你要找这些资源的时候，你发现处处碰壁，然后教育局、卫生局、社会局很多的资源其实到不了我们这种非一般低收入或是中低收入户的家长，然后甚至说你有钱你也找不到这种专业的资源，所以就等于说我们自己要花很多的精力在四处寻找如何让我们的孩子更好。桃园市在11月1号起正式启动了早疗弱疗0到18岁支持升级，为特殊儿童家庭提供更多机会和资源，减少家庭的压力和负担，度过黄金的治疗期。而目前特教儿童的受教权、各项的福利和医疗照顾等业务分散在教育局、社会局和卫生局等局处，市政府预计在明年初成立妇幼局，张硕芳希望业务能够有效的统整对接，帮助特儿家庭。然后还有上还有老父老母要照顾，下还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这个需求的儿童，那又要出去工作的同时，其实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的夹心饼干，真的很辛苦。那我们是希望说我把这些声音传递到市政府，传递到张善政市长的耳朵里面，让他更关注于说将对的资源衔接到需要的人的手上，我们彼此不需要浪费那么多时间去沟通。所以为什么当张善政市长提出妇幼局的时候我非常赞成，但是也一直很努力的在跟进这些所有的细节跟他的窗口是否都可以对应到我们这些所需要的小孩子们身上，因为我们的特儿的家庭跟家长们他们对应的窗口刚好就是妇幼局的窗口，妇幼局是卫生教育跟社会局这三个局处统整出来的专家学者在这里面，所以我们是非常需要他们理解这些孩子跟这些家长的需求的。许多妇女在婚后离开职场养儿育女之后想要重新找工作却处处碰壁，而他们已经超过了青年事务局辅导的对象，未来妇幼局在妇女权益的部分会有专责的单位来负责。即将要满40岁的妇女来说好了，可能我们长期的在耕耘自己的家庭，然后当有一天我们小孩子大了以后想要回归到职场的时候，我可能已经超过我们现在青年局所表定的45岁的年纪了，所以当我回到我们回到社会的时候，我们回到职场的时候，很重要就是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福利制度呢？所以这时候妇幼局里面涵盖的一个科系叫做妇女权利这一块，所以我们就很注重说那我们以后45岁以上的妇女我们回到了职场，回到了生活社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人可以照顾到我们的身心健康，然后照顾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所需。张硕芳也期许妇幼局方面推出适合孕期妇女和产妇生产前后适合的课程和活动。其实现在有很多在台北也有很多的课程，它可以让你在认识这个孕期，可以去做瑜伽，可以去做呼吸道的这些运动，其实这些运动如果有专业的人士的带领之下，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孕产妇在生孩子的这个过程其实更加顺利的，然后体型恢复的更加的快速，所以这是一些年轻妈妈的一些心声，所以我有将这些心声跟想法传到我们的体育局局长这边，可以希望说他们未来可以在桃园安排更多类似像这样子的培育的课程。因为我自己本身在当初生小孩的时候，我就找不到桃园有任何像这样子的课程，因为大部分都是新北跟台北在办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说在体育局、妇幼局这方面都可以照顾到我们的妇女，照顾到我们的幼童，那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另外在教育局的业务方面，张硕芳也点出了教师经常必须兼任行政工作的情况，他要求教育局聘用足够的行政人员专责处理总务、会计等事务，让教师回归专业，照顾好学生，落实教学的本质。市议员李博芳担任第五审查会召集人，审查警察局、消防局、卫生局和环境保护局等有关的议案。市议会支持消防局的预算采购救灾装备，但也结合了民间资源添购消防车和救护车，针对狭窄巷弄的救灾需求，小型消防水箱车的机动性可以快速抵达灾害现场。
大溪是一个有老旧社区的一个地方啊，那巷道非常狭小，那在巷道狭小的情况之下，那小型的一个消防车就非常非常重要，所以现在我们所在这一部车子呢，就是一部小型的消防车。那事实上，这些小型消防车呢，就是由我们大溪在地的民众啊，他事业有成之后呢，所采购的一部小型消防车。但在今年呢，我们大溪又有另外一家企业呢，他们也非常非常关注到我们人民的一个生命财产的安全，所以在我的这个引荐之下呢，在明年即将有另外一部小型消防车加入我们整个消防的阵营啊，那这样无形中对我们这个小乡下这个巷道狭小的一个住宅而言呢，将会有很大的一个安全上的一个帮助啊，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在这个小型消防车上的一个需求。在救护车方面，为了提升救护安全，捐赠者根据消防局的需求添购适合的装备，而在外观方面也强化了车身的反光警示。所以我们希望捐赠民众也可以跟消防局跟我们的行政单位去讨论，到底他们可以捐赠什么东西是对我们这个行政是最有帮助的，而且直接去帮助到我们的市民。那所以在救护车的部分，像去年我们看到救护车的形式上的改变，也就是过去我们看到传统的一个救护车，那么现在他们会将这个车身呢去强化它的安全识别，因为毕竟救护车都是在快速的行驶，所以安全识别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也是行政单位在执勤的这个过程中去发现说如何做可以让他们的执勤可以更安全，或者是也保护了自己，也保护了用路人。市政府除了加速污水处理系统的建置之外，在接管普及率还无法达成目标的情况下，在大汉溪、南坎溪和老街溪等多条的河川设置了人工湿地和沥间净化系统。李伯芳指出，碳权和碳费以及企业责任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课题，环保局可以结合企业的力量创造多赢。企业如何让它能够因为他们在碳权上的一个努力哈，在采取如何在这个企业社会责任上的努力啊，而取得一些碳权跟碳费哈，这个是就企业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但就行政的立场而言呢，如果他们可以将这个每一个因为毕竟湿地是取得碳权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境的一个算是建构的一个条件哈，在湿地上面是可以计算出这个碳权跟碳费哈。那如果说企业因为是这行政单位的努力，然后把这个每一个湿地到底它的碳权碳费 ESG 的指标值是多少，假设这个指标值可被计算出来之后，那么由行政单位将这样的一个计划提出之后，再由企业去做认养，那我们创造的是企业、行政以及我们人民三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向哈。企业在永续环境的议题上做出贡献，在国际市场取得一席之地，就能够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对于民众就业和河川污染的整治都有正面的影响。当企业因为它未来它的整个企业的产品的行销如果要进入国际化，那么你在碳权、碳税这碳汇这一块呢，是不是有没有取得到这个达到国际的标准？那么这无形中就产生了企业竞争力。但是如果这个企业不计竞争力之后呢，势必是影响到我们人民的一个就业机会。所以呢，无形中这个我们在创造这样的以湿地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去计算碳权、碳费跟行政上的努力呢，这都可能是未来在行政上必须去注意到一个地方。那同时解决的污染的问题，同时让水的资源可以再生那同时可以创造不管是教育环境，不管是全球暖化或者碳权碳费等等所有问题，我想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湿地，看这解决如何将河川污染降到最低限度。在警察局天罗地网监视录影系统的建置方面，桃园市目前有22,248支镜头，密度仅次于台北。
李伯芳指出，纳西发展观光，外来的人车很多，需要重点加强天罗地网系统的建制。大溪是个观光的一个区域，事实上这样的一个环境建构呢，因为毕竟都来自外来的人口、外来的游客，所以这样的一个环境建构呢，事实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拼图，也就是说，不至于造成说因为你监视器也不足，然后造成这外来游客因此而逃逸之后，那我们就永远是查不到线索啊。所以我想这个在大溪这一块哈，是事实上是有这样的一个一个重要性。而在抑制噪音的科技执法部分，市政府推动禁逃专案，透过执法取缔噪音车辆，间接也减少了三路飙车等危险驾驶的行为，保障了用路人的安全。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三路，那这我们这些重机改装的重机呢，去影响到行人安全，也影响到这个噪音制造的噪音呢，所以在这个山区边设所谓的测速照相也好，所谓的我们目前在推的一个禁逃专案也好哈，事实上这样的一个设施的一个建构呢，对我们大溪复兴这样的一个环境哈，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哈，所以呢，避免在假日的时间这些重机的飙车那造成危害到自己的一个生命的安全，也影响到我们这用路人的安全哈，所以这样的一个测速照相。或者是这样抑制这噪音的禁逃的一个设备哈，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是希望就环保局也好我们的警察局也好，能够将这两件事情呢当作我们大溪哈在整个它建制的一个重要一个区块哈，这样子对地方的发展是比较有帮助的。桃园市老年人口有300,000人，其中有长照需求的长者大约有70,000人。目前各集聚点共有800多个，就近提供了银发长辈需要的照顾。市员李伯邦指出，长照工作做得好，长者可以健康乐活，延缓老化，子女也可以安心的打拼。在整个社会福利制度里边呢，让长者哈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安养的一个环境哈，事实上，这个对于这个子女而言，子女他们可以放心的去工作。那他放心的去工作的同时呢，他也增加他的经济收入哈。那么这无形中对整个国家的竞争力，我们企业的竞争力哈，这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哈。所以我们希望站在一个真正让这个整个社会它是社会未来能否更好。其实，在像这样的一个社会福利制度的部分呢，事实上是政府应该是当为他的当务之急的一个工作。目前居家服务跟社区式的服务站是由社会局负责，住宿式的服务则是由卫生局主政。李伯芳要求市府盘点现有的据点，找出缺口进行补强，让长者就近可以得到服务，也让资源做出最好的分配。我们现在就是包含了所谓的居家服务，包含了所谓的住宿型的一个服务哈。那么我们目前知道的在整个配比上面来讲，应该都可以满足现在的一个要求。那么到底在整个像因应老人化社会，到底还需要做哪些事情，恐怕是需要行政单位哈，好就目前已执行的部分呢，再重新做一个盘点，然后才去了解到底我们真正到底哪一个地方是缺口，才是我们就要去努力的地方啊！这一点可能就是需要行政透过他的已经在执行的所有方案里边呢，重新做一个检视。那么作为未来执行的依据，我想这是行政他应该真正去面对的问题。目前为止，复兴区还没有住宿式的长照机构，卫生局规划在复兴区设置医养合一的市立医院，目前已经委托进行可行性评估。另外，在市立医院的建制方面，市府还另外评估了19个地点。李伯芳议员要求将大溪行政园区列入第20个，以改善大溪区和复兴地区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市员彭俊豪在第二审查会担任召集人，负责审查财政局、主计处、地方税务局等有关的议案，关心市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税收。对于桃园市统筹分配税款，他主张除了要持续努力突破统筹款分配限制，争取修改公事之外，彭俊豪也指出，市政府必须努力争取中央的补助。以桃园市的状况来说，过去来讲，我们统筹分配款也比较少，
就算我们是一直在创税上面都是名列前茅，但是我们所分配到的预算跟其他县市相较起来总是比少之又少，所以是要通过很多的方式向中央或者各部门哦来争取可行的预算来挹注来在地方上面，那建设才有说可以做有效的推动。像过去新街西美浓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过去这一段呢因为缺乏治理哦，那也要庞大的征收款，所以导致无法做整理，那所以那时候不管是环境上面很糟，或者遇到暴雨的时候对附近市民朋友的财产造成一些财损，所以后来我们就争取这一段，争取这个全区流域的治理计划，那也得到中央的挹注，所以这一段呢现在已经治理完成了，那有防洪的功能，同时也做了一个人行步道，所以兼具了一个休闲的功能，也保障了市民朋友的财产上的安全。在生活圈道路建设方面，中壢地区缺乏横向道路，用路人必须绕道行驶，造成上下班时间道路拥塞。地方争取生活圈二号道路，虽然在县府时代稍有进度，但后续延伸到中壢五权段和中原路二段的工程，经费高达35亿元，需要争取中央预算的挹注。过去县府时代呢，已经开通了三民路连接114及112的一个县道了，那现在生活圈二号道路是要延伸到中正中壢五权段，以及连接中正路及中原路二段之间的一个新辟道路。那当然，在过去在资料整理上面有一些不全的部分，要求市府各单位一定要尽速把资料补正。那同时呢，希望说借由中央的大力挹注，因为这段的工程大概需要35亿的经费，所以说如果单靠市府来做资应的话，其实财政上非常大一个负担。所以我们希望说中央地方的悉心合作，那可以把这件事情尽早完成，解决中壢地区民众上下班的一个交通辐射的困扰。桃园市铁路地下化和捷运等重大工程进行当中，市政府统计到111年底核定办理1亿元以上的重大施政计划共有141案，预估计划的建设总经费来到6128亿元，其中地方自筹预算约需要3809亿元，占比是62.16%。未来5年陆续完工的建设需要筹编2045亿元。彭俊豪指出，市长张善政主政后增加社会福利预算的支出，有可能会压缩到建设方面的支出。确实，桃园市从政长上任之后，我们进入到所谓的建设的起飞年，那现在建设也不断进行中。如果你经过中壢的话，你看到说更简直是万箭齐发的状态，不管是下水道的工程，或者是铁路地下化、捷运的延伸线、机场线，那每个工程重大工程都在进行中。那当然，我觉得地方上的一些日常生活的需要的建设也不会停止。那当然，我们知道现在的张市府那花了很多预算在做所谓社会福利的预算，但我觉得基本上民众需求的公共建设预算也不能少。那据我们了解，大概这几年哦，应该说未来，我们的所谓的工程预算都少了蛮多的。那我觉得这边说张市府是以后未来很大的难题。我觉得张市府如果要考虑到未来整个建设的发展的话，应该要思考说，第一个，这些缺少的预算要从哪里补齐？那你有没有什么去跟中央争取的办法？那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市府要去思考的部分。前市府时代曾经因为非法定社福预算支出问题遭到审计部的指正，郑文灿市长当时缩减非法定的社福支出，但新市府恢复了三节敬老金，还加码多项社福支出。彭俊豪提醒，财政缺口的问题会是市政府接下来的重大挑战。其实当初为什么我们在政策上内容，我们很多的社福预算会做一些调整，那就因为审计部有针对我们的一些社福预算做出一些指导跟建议，因为我们很多非法定的支出，那现在看来多数是选择恢复，那同时呢也增加新的一些社会福利的预算，那我觉得这部分这就是张市府就要去思考说他要怎么去补足这些社会，因为你开的社会福利的支票，那其他的缺口要怎么去补足，这边是张市府要去思考的地方。那我们都知道社会福利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其实是易放难收，所以变成说你后续刚又回到刚刚讲的，你的建设预算你要从何而来，对，是要举债吗，还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对，如果要维持一个财政的纪律的话，那变成说张市府就要去思考说根本之道，统筹分配款有没有修法的一个空间跟机会，那这是张市府应该努力的部分。我们有这么好创税功能、创税的一个成绩，
但是实际上分配到桃园的预算就是敬陪末座，那整个每个人分担到的一个税金来讲的话，其实是不符合比例的。对，所以这部分其实就是源头张市府要去思考怎么去争取。那再来就刚刚讲的，就是其他的预算未来中央的部分怎么去思考身体中央最大的益处，这样的努力的地方。在社福支票现在已经看到现在的状况之后，你会不会其他的一个社福支票，对啊，那这边是张市府要去注意的地方。从县政府时代，议会和县政府就不断争取修改统筹分配税款的公事，到了升格以来还是没有进展。在无法取得更多统筹款的情况下，彭俊豪要求市府团队多争取竞争型的补助，用更好的执行力来赢得中央的信任。一直来就是说，我觉得这就是说中央的地方应该要保持一个很好的默契，以及资讯要非常的畅通哦。比如说过去政长任内的时候，也是处于统筹分配款比较不公平的状态之下，但是我们争取了很多的预算，中央的补助，比如说前瞻计划的经费8800亿的预算，我们争取了2000多亿来到桃园。那未来张市府应该要去注意到未来中央是不是有这样的预算。那另外说，其实各单位除了这种大笔预算之后，还有一些小笔的可以做一些配合，比如说我们的通学辅导，或者体育署相关的补助，或者内政部相关的补助，国台署相关的补助，那这些都是我们市府的各单位要去注意的部分。刚刚讲那些经费基本上都属于竞争型的经费，那竞争型经费它的差别在哪？就是当然你要有很好的规划，那第二个就是过去你有很好的经验以及过去很好的成绩，所以你的执行力要非常非常注意。所以既有现有的工程一定要在期程内尽速的完成，让这个工程可以如期如期的完工，那才可以确保后续争取每一笔预算的时候，那中央会比较多的机会，甚至比较多的资源愿意挹注在桃园市。当然如果你过去的成绩不理想的话，那当然会影响到中央的一些想法，我补助这么多经费给你，但是你的执行不效，所以没有很好的效果，民众没法享受这些公共设施，但中央未来可能就不太愿意挹注这些预算到你身上，他可能会首先思考其他的城市。在地方税收和私有财产管理的部分，彭俊豪议员指出，中央地方对于公有不动产的占用有一国两制的情况，造成民众的困扰。我们针对这种公有不动产占用的时候，一直中央地方有所谓这个一国两制的现象，那就是说针对私有的财产，如果是民众占用的话呢，你在102年9月30号之前占用的话，如果你后续收到通知，那把所有的一些占用物腾空归还给市府的话，那在这个时间之前，你是只要付一半的补偿金，但如果之后的话，你还是要负责全额的补偿金。但是如果是你是占用国有地的部分的话，是都只要是有腾空归还的部分的话，是一毛钱任何补偿金都不用去缴交的。那我们认为这个是这样子，说这个状况应该是一个国家不应该有一国两制的现象发生，不管是国有地或者私有地，对民众来说都是一个政府。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产生？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法规要做一些调整，那才不会让民众依法无法可循的感觉这样子。政府施政有延续性，市府团队有责任稳健财政，遵守财政纪律，持续推动重大建设，并且做好福利措施。要达成这样的目标，除了考验市府团队的效能，也需要市议会持续的把关和监督。